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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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是楞严的课程啊，讲的还是在讲楞严经以前的开经前言，一样都是还在讲到"欲宝觉已达多"这一句啊，给大家的教材里面呢是还没有讲完啊，是在教材的应该是第二页吧，对吧？忽然狂歇头非外得，这边开始啊，第二页的第一行开始，众位歇狂亦何遗失？哦，经文是如是，有这份教材吗？有啊。众位歇狂亦何遗失？就是你的根本大觉心体，凡夫啊，因为堕在暗障，无始劫来啊，念念不认的关系。所以总是在外面不断的向外啊去迷走流转，然后总想要回家，就稍微有点好心想要回头，那也是在心里面一直茫然的寻觅，茫然的这个追寻呢，求索，所以都是什么？这都是狂心妄歇的关系。那念念之间都是心中随着尘缘之中过去习气上面的躁动啊，念念还是啊。顺着如此躁动，还是不是啊？直下了当啊，直下在觉中啊，去认啊，这种气氛而已啊。对，将来若是这种气氛若是歇时，你会发现决心根本从来就在，也从来没有失。因为在你觉得迷走，在你觉得在这失去找不到时，在那边不断的求索当下，连求索当下都是决心所在，都是决心所在。只不过我们过去在凡夫的意识里面，我们习惯惯习于抓着感觉的末梢的那一个，一直说觉，一直说感觉，一直说觉。我们虽然知道那叫感觉，可是我们抓的感觉为决心，你所有现在一切凡情的、一切凡夫的、现在的一切所以。所以除了感觉以外，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觉。纵然跟他讲觉体，他也是闷在感觉里面，在那个中间呢，找不到任何半点头绪的。但是毕竟是一个回头的学者，必定是一个已经发了心啊，要念念之间要照见自己本来面目的行人。所以他在那个过去心中不熟时，虽然有如是狂性，有如是迷失之性，但是从他一点一滴不断的为自己不断的开始开发启蒙开始，将来总有一天心性纯熟时啊，你本来的觉体所有的一切应用、一切之用，它自然就能浮现。你回头去开发，就是向他去认。所以，当你的狂心歇时，你会发现决心从来也没有失去过，所以你才能够使之。过去你觉得失去，不过都是虚妄而已，都是可怜向外去认而已。因为你觉得失去，当下就是觉啊，觉都在那里，投手根本不失，你却不认投手，你老是追逐在末。所以在经文中讲说。你狂歇头都不是外得，它就在那里，所以众位歇狂啊，就算你狂歇没歇，这也没有离开过，决心也从来没离开过，所以只是拿这个阎罗达多的譬喻啊，迷头认影的譬喻，做你决心啊，做一个行者对决心上面的那种认知跟启发。所以他告诉富罗那，富罗那就是埋怨啊。告诉富罗那，因为富罗那是讲法第一，
也就是你明白这个道理时，将来在你心性之中，你念念之间开始回头，开始回光，在心里面查查关照当前，你那个念念之间会可以为你撑起一切法性，在你心底深处有一个智慧不断的为你说一切根本的法义，为你不断的演绎如是法义的，那就是你的满愿。所以富罗那又叫满愿，也表示说一个行者在最初下手时，若是对他将来的规矩心中的目标已然明确时，那个心中的发的至真跟决定，那就是满愿。那一念心他永远会在你心底深处，纵然你现前的行为还是觉得茫然，可是你心底深处他居然会有一种声音不断为你说道，不断为你说教，不断为你导引，那就是满愿子。同时那就是说法第一。所以仔细这些道理他讲给谁听，就是跟弗罗拉说。他念念之间看的是觉体之中本来从来不失的富足，他不是在你过去找不到时他就有失去，他从来不失的富足。在这个富足当下，一切见次明白，一切感受之中于上于下层层分明，那就是能。然后必定能够达远，必定能够遍布，就像悉达多的多字一样，所以那是那。在佛教达多用多字来表，表示根本心性之中自信之中的本来的富足。在行者在弟子要用那字来表，那表示他心性那个智慧的他 当下能担当的达远，所以那个叫那。所以统说就是要满愿，而且我在这个上面就解释就是叫满愿啊，在那个开经前言就是用满愿为满愿为表。所以写他的名字满愿是要满愿是要告诉你，你行者当前你应该最初种下在这念心中应该要如是明明白白至深恳切的决定，念念之间依然在自己归家的这一个当下的这种担当顶上，你绝对不能够模糊，也绝对不能够马虎。如是你念念熏习，那就是满愿。所以你要是真正知道时，你要是心里面能够体会到一点道理，你就能知道他下面那句话叫妄信如是因何为哉。你明白如是道理时，若是你信心之中真有如是声音为你能够导引，为你能够讲，能够为你提携一切诸佛的教义，在你心中已经慢慢能够深入为你演绎诸佛教义的那个声音，你自然就会在觉性。什么叫诸佛？就是大觉现前处。所以你自然就能够在觉性现在应缘之时，你能看到什么？觉性应缘当下似乎就有这些妄相存在吗？因为觉性因缘时它就能够随缘呈现成就，似乎好像从觉就到了感觉这种变化。那仔细思维，觉心到了感觉这种变化不就是觉吗？可是不就是觉吗这句话上，你要隐也要去担当，它就能够趁其根本就是随缘感受上的种种呈现。所以在那个上面你不但能够担当决心，必定能随缘的表现，你也能够在一切表现当下马上就能够收归在你明白那就是觉体那一份心中灵灵明明的手持。为什么讲灵明手持？那是跟我们行者说的嘛。那当然将来证得如是决心就不必说手持了，手持将手持都多余。但是从最初行者在心性还不纯熟时，你是念念之间要如实照察的。所以那种感觉那就是虚妄嘛，那就是妄性就是如此。你似乎就有好像在从觉到了感觉时就迷失投手的感觉，因为整个觉体隐蔽投手一事。然后全部呈现的就是现在随着种种缘起的种种末梢的种种境界，那是最末的种种的成像之中的变化。这作用之中它就是有这种清清楚楚的变化跟差别。你若是不知道这种差别，那你也就不知道什么叫觉心啊。
但是这种话是要跟谁讲的？这种话是要跟行者，你已经在觉醒上回光的人讲的。因为告诉你，你一定会知道这种差别，知道这种差别处，将来你心性熟识。我所谓的熟，就是你的行者发心熟，不是你将来证得啊！千万不要老是把我的话讲到，那你讲的都是心性熟，都证悟以后的话，那现在怎么下手？我想心性熟是你现在真正已经修行，你念念之间在这个上面不断慢慢慢慢在这种做官当前，你已经念念纯熟，那叫心性熟，你已经再也没有怀疑。虽然未证，但是已经没有怀疑，那叫心性熟，那叫最初的心性熟。心性熟时，你看到最末的一些感受的变化，你当下就是什么？就在最末的变化，你体会是就是根本不变的觉醒。那是真正行者最初的心熟哎，然后你也就知道就是不变的觉醒现出变化，就是如此啊，妄性就是如此啊。其实一体都是觉啊，可是在觉性觉识就似乎就有一个根本不是种种感觉的觉体，跟一个必定能够随缘成就一切感觉的觉照，不就是如此吗？虽然你讲出这种种的名字，你分出种种好像不同的信用，但讲出这种种不同的信用，只是告诉你觉心的不可思议，那是一体的信用之中起成种种不同的相状之中，心得上的种种的历史而已，那个智慧的变化而已。所以跟你讲尽差别，你将来才能够体会无差。跟行者讲尽差别时，是让他根本慢慢慢慢渐渐能够证得无差，而不是像一般外道或一般过去我们凡夫的思想，是要从一些差别之中完全拔出，找到一个无差。那这种话就有语病，你从差别之中完全拔出，找到一个无差，那你这个无差一定跟你过去认为有差别有的差别吗？有这个差别上的差别。那既然你是跟过去都在差别上，你现在的无差是跟他的差别，那你不是还是你所说的无差就是差别？那讲这些话讲这些语气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让行者纯熟熟悉你念念知道一体是觉吗？你干嘛还要这一些根本不必要的一些杂扰音声而何为呢？你要何为做什么呢？所以那个音声自然会现，但现起时它都不能够困惑你，再也不能够困扰你，这也就表示你行者下手处时那个心性已经念念决定已然明白了，那个决定性明白。既然是这个决定性明白，决定现前不就是感受吗？感受就是变化，感受上面就是有如是幻化的相嘛。那你说那感受就是幻化的相，你说它哪个存在？你要是真明白是哪个存在，所以这句话一定跟什么？前面有三个字叫富隆那，跟你明白如是法心，你在念念之间已经能够心中能够不断演绎如是教理的人说的，妄心如是，因何为在？你说他在到底在哪里？你明白这些妄心时，那我也可以证明你就是念念之间已然不多妄的根本心中的灵敏嘛，清明。所以这有点类似，就像圆觉经讲，圆觉经讲是觉幻即离，那套会出这个妄字，觉妄即离嘛。什么叫觉妄即离？你根本就知道它就是觉心当下，就是能现出这样，就是这样。过去就是在这种变化之中，你忘记了根本觉体，所以你就随着变化而变化，那叫做随妄流转。随着变化在变化，随妄流转。但不是妄的过咎，是你背离觉体的过咎。你知道将来你在哪里找到觉体？觉体根本无形无状啊，根本没有形态的，你将来也就是旧妄当前旧路还家的嘛。也就是在过去的一切感觉一切变化里面，你就知道当体就是觉，因为不是觉你哪能知道那么多感觉呢？
所以你就在知道那么多的感觉顶上，你突然发现那明白一些感觉处，随缘变化一些感觉处的那一个，才是真正根本不变的觉体，那根本不变的本来嘛，那一念叫做如来嘛。所以妄性如是，就是跟富罗那讲妄性如是，因何为在？你要在哪里所在？所以他后面讲说，汝但不随分别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你不但不要分别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这句话就要讲清楚。所以前面若是没有讲明白，后面这句话大家多半都会做断灭解。你只要不要随分别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你告诉我你怎么不要分别？你现在说的不要分别，你不是还动了一个不要分别？那你这个不要分别就还堕在什么？就堕在世间业果众生相，因为你升起一个不要分别。所以你会发现文字之中啊，在佛门之中，尤其是像《楞严经》开智慧的大教，他虽然写的文字好像直下教授一切行者，似乎就有你当前你过去用凡情以为的下手处，但他却告诉你，每一个文字要你下手，都下在哪里？都下在根本，你心里面已然决定、已然明了决心的根本，当下的无为，直下担当那个无为，那个无为的担当，那才是大担当啊！什么叫无为？因为你是知道自觉，你在这决心上面似乎就有幻化，那叫什么世间嘛？决心在现觉时就有交替，交替叫做世，世叫世代。然后从交替之中，每一个交替之中就有每一个交替的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氛围，那叫间。那每一个交替当前，每一个这个间当下，每一个交替的这个不同的种种这个感受的这个作用当前，你似乎就能够感受它好像就起成一种造作作习做的习气，这种气氛的浓浓的坐下，那业果，你自然就觉得好像有作啊。决心到了眼叫见，见除了看到色，所以从见到色中间，你似乎就好像就有业在这边坐。你是不是觉得就有坐相在里面？你就永远没办法离开眼睛见色，在中间你就妄具真正有如实业果。然后就在上面，如此从此以后马上打散在种种感受见色当前，那就众生了。所以他讲的汝但不随，是你明白决心，不是那种断灭你不要随，你怎么能够不随？你是在一切你知道决心现前时，就这是三种相。那我如何不随？我是在三种相中，我念念不必避开，我念念也不必回避，如是心中的担当。但是我却要在这三种相当前，我念念明白是觉。当你念念明白是觉时，你就不是只是随着如是三种业缘念念流转的势力，它反而反过来变成了它能够照察先前这个世间业果众生这种三种相续的心中的灵明，它就是这样相续的。任你所举，你现在所举一个念头上前现前，不管你是在眼说见，在耳说闻，不都是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吗？你就开始入到交替啊，从觉心交替于耳根，耳根就交替于深沉，粗说你都还感觉到三种不同的交替之中的世间分别。然后这个上面你就感觉到就有作习种种做的种种业力在现前，那业果业力就是坐相，一定拿耳去闻，一定躲在身相之中所闻，不业果吗？那业果又在哪里说？就在后面你一直坐持的身相之中，种种沉直不都是众生吗？那起沉的都是随缘的表现的，那都是众生的。那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能够解读出来决心现前就是这个道理时，你还会随他吗？你当然不随。但是这个不随是念念之间跟他避开吗？不必，你不必去避开的。你要是还有避开，表示你这句话没听懂。
这才叫做开大智慧，大担当啊。三阴不生，对吧？后面讲到三阴不生，所以后面三阴，用我常常解释中国文字那种方法去体会，那更能够直接。那个阴就是你不要围着它嘛，那个阴就是一个围一个大，你不要老是围着那个感觉，一直以为让它壮大，把那个感觉壮大。你不要一直围着它，叫做三阴不生。你不要围着它那个阴变成种种阴。明明是决心能够看出这种种作用，就像那镜子，镜子现前时就尽性尽照尽色，但事实上尽性尽照尽色就是净体嘛。但是你讲净体时，你明白净体时，你也不是用一法一相就把净体解释清楚的。我为了要解释如是净体，所以我用尽性尽照尽色种种的譬喻，让你更明白净体，不是吗？所以你正在说尽性尽照尽色的时候，你虽然讲出的好像名字有种种不同，作用有种种差别，但你是就在这个差别之中，你更能体会原来那一体的性德，不是吗？这种修行啊，才是佛门中弟子的修行啊。佛门中弟子的修行就是让你什么？让你在一切差别之中，因为你既然叫佛弟子嘛，所以最初下手时你一定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什么？虽然你心中还不能够大明，但你念念相信，你自心深处有如同十方诸佛的根本的本妙觉心。你虽然解释不清楚，你虽然对他认识还不清，但你一定要在这个声音上、这个方向上，你不能混淆。你不能够没有如实的方向，所以你要随着，你既然是学人，你就要随着前人的教授为你指点明路，指点明路嘛，明白的明白，指点明路。所以你也发了那个心以后，你现前感觉到好像就像很多人都讲，哎，是自然讲经啊，怎么讲都是那个嘛，哦，翻来覆去啊，就是千篇一律，没有意思。那是你没听懂啊，你觉得是千篇一律吗？我虽然好像每一次都是告诉你都是觉体，都是觉体，但是我都是在不同的角度上告诉你都是觉体。这就是佛门中的教授的下手处啊。你以为因为你不熟，你看到是后面雨后的那句话都是觉体，你就觉得啊，那好像千篇一律吗？但是我已经是在教你去认识你周遭一切千变万化，只是在这千变万化后面，我只是告诉你，当你要认它是觉，当你真正知道后面那个语句认它是觉时，你看的是现在的千变万化。所以我是让你去熟悉千变万化。当你去熟悉千变万化时，你过去因为心中还不熟，告诉你它其实就是一体时，你抓着一体，你不会去呵护照顾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个思想变化。所以过去你看古德在讲经，或者诸佛菩萨讲经，他就讲经一切世间众生一切变化，尤其像唯识，把你众生一切事心事情全部一切名相铺书陈列在眼前，每一个都会告诉你其实都是大觉体。认那个大觉体是什么？认一切相是什么？就是点兵嘛。那点兵是干嘛你知道吗？点兵你才知道元帅在哪里嘛，就是你才知道守在何处嘛。所以其实刚开始听时，你以为是千篇一律都讲觉，但是你又能够清楚那个觉吗？你要是能清楚，你上来讲讲看。所以你应该清楚是后面我告诉你那千篇，你说的千篇嘛，那一切的因缘，我告诉你导归是觉，是觉。那我先要认你，让你先去认那个贼目，那个名字叫千篇，就是种种感受起心动念处。我为你一样一样的举陈，为你一样一样陈列。虽然后面告诉你都是觉，但是前面我是要你什么？要你去认贼目，要你去点兵。要你去熟悉在日常生活之中起心动念，你当下就知道用观，是为你挑明，为你
建立方向。所以你将来才知道，原来所说的法中，好像一切佛经都告诉你，其实都是觉体，但你不知道，它已经囊括所有一切众生心力所及，一切众生想象之中意识所及之处，它念念已经为你提出了吗？告诉你是觉，不但告诉你它其实意识是觉，将来还要去认每一个意识。既然每一个意识是觉，那每一个意识当体也就是觉，那叫什么？那叫十方诸佛，一切诸佛。过去你看到是感觉，将来感觉就是觉，将来感觉就是觉。你不要以为它一定还有一个好像回头，只是在一个觉体当下直接就你那是觉。就是弥陀经讲的，每当清淡各一格，沉重鲜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你敢担当一切是觉啊？所以那就知道佛门中的下手也是这样下手的。那你将来若是念念之清楚时呢，你自然就不围在你现在的感受的变化那种千篇一律那种差别处，你是知道那个差别，你反而明白差别。所以你自己心中将来在自己为你传法，自己为你说种种道理时，在心底深处为你自己演绎种种道理时，你也是会去向差别中认的。过去就是因为在差别之中你不敢认，所以也叫做反复嘛，也叫流转。将来叫你找到觉，你还是不认，那都是歪道，那还叫断灭。所以华严经为什么讲的是大经，你看后面五十三参就是当下都在种种什么过去的一切作用上认。像婆须弥多，像胜热婆罗门，像阿罗那王，那看起来都是世间的贪嗔痴三种相，但你明白那个相吗？你不敢向他去认识，你也就永远受如是三毒啊，种种祸害啊。那个祸害是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是觉。觉心跟你说，觉心为什么要向他认？谁跟你说觉心向他认？那就是二法。我说向他去认，你是知道他原来是觉，你是明白他就是觉，不是真正有个他去向他认。但是你下手没有离开最初那个他，但是你说他之时，行者都知道他其实他是什么圆融于圆会于一体的嘛。所以那叫三因不生。你要是明白时，则汝心中眼若达多，狂心自歇。为什么狂心自歇？你眼前还是变化，也就是古德讲的开悟以后依旧啊，如是起如是现了，法尔如是啊，起心动念依旧如此啊。但他还是狂信吗？不是吗？所以是与不是在狂信上面，是与不是只在于行者你明白觉体否吗？只在于行者你是不是念念之间已然在自己根本自信上面已经直下担当否，而不是在一切其他的行为一切法中的名相之中有任何想要现前还用众生意识造作上面的说舍离不舍离，说修与不修。这就是四十二章经讲的修，但是修什么？修无修修，这才叫难行。难行啊，修无修修处啊，那不是一般的众生过去知见上之所能及的。所以最初行者下手此时啊，那个有的时候啊，那摸不到头绪时，心中那种啊，那种卑微的那种心中的惭愧，或者是惶恐，或者是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头绪的那种枯渴，那种内念之间似乎都已经要类似啊，那个叫忧郁症，对吧？那连忧郁症现前你都知道那还是觉，
那个火气啊，地水火风啊，四大在你心底变化。所以有的人刚开始，有的法师刚开始做毛棚可以用功啊，都还会有火气上升的。我们不要说别人，我们讲到公案啊，道宣律祖啊，在终南山这么用功，持戒这么清净，律祖、祖师都是见性的人，因为他讲的四分律是见性上说的东西，性上的根本无为无犯说的。但是这样用功，他还得失心疯啊！失心疯啊！所以四大天王，他因为他是天人双供嘛，四大天王每一个天王开一味药，合起来就叫天王补心丹，那个药药方是留下来的，这是留下来的公案呢、啊。天王补心丹，道宣律师会医药的。以前那个药圣啊，医圣孙思邈，在终南山是跟道宣律师学医的。孙思邈，对啊。所以古德尚且如此啊，何况我们这些凡夫、薄地凡夫啊，你真正下去参食，那个四大那种变化、幻化，有的时候会永远就好像天天躲在病苦之中啊，那种煎熬。可是，在病苦当下，你都还要为生死四大念念呢、啊，挺住。大部分呢住在茅棚，要去用功，都会有这段的经历，对吧？但我们毕竟是凡夫嘛，虽然会碰到这样子好像很苦渴的时候，那病苦现前，但我们都会想办法下去散散心啦。所以已知26年来还是凡夫，对吧？假如不散的话，就像经文讲的，如同钻木嘛，对吧？钻木取火，你每次钻一钻钻一钻就去散心了，那永远起不了火。所以这个怪不了别人，对吧？所以我们这个薄地凡夫啊，这个所以导致啊，这个26年来，今年要27年了，还是个凡夫啊，啊，这个是最有阴德啊，因为不精进的关系。所以讲到后面再讲，你要是明白如是，三阴不生，则汝心中眼若达多，狂心止歇。这个眼若达多就是决心，上次讲到三达多了，那决心必定随缘能够掩饰推变那个眼若达多。所以达多两个字，它都还有三种现象的呈现呢、啊。决心就是如此嘛。达多到了最后，就是一些感受的种种蜕变的种种变化，只是在这个蜕变当前，你就会忘记投手，就类似眼若达多，真正迷对吧？迷头认影。所以在《楞严经》中讲的譬喻，它直下去告诉你，心性就是如此的。所以诸佛所说的譬喻，不管讲人、讲事、讲物，没有依法离开过譬喻你自性的自性、众生自性。那所以那个眼若达多的狂性，因为在觉之中，觉心能够随缘时，觉心明白一切缘起时，那个缘起就好像唤起了就随缘的蜕变，眼若达多的种种的变化。但你明白这个时，你虽然它能够现成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不是围在上面围着它以它为因，不是抓着它以它为因，你是根本在决心上看这种蜕变演变的呢，叫狂性自歇啊。那狂性自歇那个蜕变不都还在吗？就在啊。所以你明白净体时依旧千变万化吗？你明白觉心时，眼若达多就在你眼前，天天在掩饰蜕变。但你还是随它流转的狂性吗？不是啊。所以你真正要回头去念念，去解释这个觉心时，你慢慢都相信这种语言是绝对不假嘛，绝对正真嘛，因为觉心就是如此啊，在感觉之中，你的觉心也从来没堕在过感觉啊。因为觉心没有堕在感觉，你才能够在一切感觉之中，你起成活泼，起成生动。你纵然现在不认，但你的本性也从来没有随你不认就不认了。
假如你的本性就随你的不认就不认了，你早就叫做流转了，你也回不了头，那谁能成佛？那根本不从外得，不从他求的，你根本没失，懂吗？那你明白时呢，那一切感受一样在前，但是你是随着感受一直不断的被他的势力流转牵流的种种狂性吗？当然不是吗？叫狂性之邪，歇即菩提。这句话懂了，后面这个四个字就最重要，歇即菩提。我们常常就人讲狂性之邪，歇即菩提。那菩提可能讲的时候都忘记，到底是你都不知道菩提是什么，因为你要把它讲出来，菩提啊！你要真正一个修心的人，你怎么样都有办法在言语之中，你做种种解释嘛。你心中要是真正如是参，你当然在一切言语之中，你就能够如是讲嘛，叫中通与说通啊。当然不好意思说通了，但是你要是真正念念之间是如是下手，你就应该就能够讲得出来嘛。所以菩提就是什么？你只要没有狂性，就是觉照，就是大觉，就是根本圆满觉体，本来就是圆满觉体嘛。明明就是圆满觉体，圆满觉体之中，它就能够变化，好似成为眼若达多的幻化。但事实上，整体眼若达多的幻化就是什么？就是你真体那个一体的真明嘛。我们的和尚里嘛，对吧？就是一体的真明嘛。你还会怀疑吗？你当然不会怀疑，那叫做什么？那叫歇即菩提。所以你当然就知道这里面什么，这里面就叫妄性，就是如此嘛。妄性就是如此啊。那你会说，那为什么会觉心随缘时就能够变成好似在缘起当前的眼若达多的种种变化？妄性就是如此。那你说明明根本觉体出来叫真性啊，法师，你如果说妄性如是呢？全妄是真，你不知道吗？全真作妄，你不知道吗？你要是真正知道是我讲妄时，你干嘛又好像觉得我讲的这个妄离真所妄呢？是你在真在妄，你根本心中还不熟悉嘛，所以一讲妄你就一定抓着妄说妄，一讲真你就只好像只有一个真在说真。这个讲到这个，突然想到刚好那个居士啊，在网络上啊问我说，我上次在提到觉心与根的时候啊，说到声闻人是常住在根中啊，声闻人要先知道觉心的面目啊，这好像是我讲的话，他写出来的啊，但是他说这好像与隋朝智者大师的观点完全不同。因为天台宗啊是讲说声闻人的定义是藏教，没有法了解佛的觉性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在这个上面，在于觉性参就还不明了故。所以说到藏教，你就真的就以为是藏教，就类似我刚刚讲，找到那个妄就直接说妄。你不知道佛门之中告诉你妄，尤其在大教告诉你妄，是要你认识那个妄，绝妄的一定是真嘛，而且绝妄的是真，不是妄后面有个绝妄的是真，是当下妄起处叫绝处，绝处就是真嘛。妄它不自妄，因真显妄，真也不自真呐，因妄你才知道真嘛，所以真妄根本什么？根本一体。将来你要明白真妄一体，你也就不是流浪的人。藏通别圆也是啊，因为这个藏通别圆是要化法四教，藏通别圆，对吧？还有天台讲到一个化仪四教，化仪四教是，顿渐秘密不定，对吧？那化法就是藏通别圆。天台讲的化法就是开佛之之间说的化法，只是佛的知见在最初你还不能够完全明白时，但是你没有离开过佛之见呢，所以一定要是在佛之见上说，在佛之见上说，只是你在最初面对时你不是完全的体会完全的照了，所以就有种种四种不同的境界叫藏通别圆，不同的见次嘛。
所以一切人最初明白道理时，除非是上上根人的，不然的话，在一般根器，你自然明白道理，听的是佛门中的种种大觉心体的这种根本的道理，但你心里面也是从藏通别圆开始渐渐不断的这样子成就的。为什么讲藏通别圆？因为你刚开始你就要什么听闻声音，常常熏习嘛，那叫藏教。那那个时候你讲的那个觉呢，你不是那个诸佛真正讲那个佛体的根本本来面目，如如的大觉圆满觉体，圆清净体。只是你在觉体上面虽然没有离开圆清净体，但是你所体会的觉心还有什么，还有很多的不足嘛。那刚开始一定这样下手的，但是没有一法离开过决定心的，没有一法中离开过觉。所以这个声闻人在三藏教中他也叫什么，他偏真嘛，对吧？只是但其在修这个觉心时，他就偏真，他证这个偏真之理。偏真那个偏真是在哪里上说的？不就是在觉体上的偏真吗？他已经完全不是最假了，他已经归家念念，真的在觉上，在觉心在先，在觉心之上，在根本自性上面念念建立了，所以那是四圣的开始啊。所以我才说，声闻人你要证得声闻常住根中，你也是要明白觉心。只是最初明白觉心时，你在这个觉上的提息提领，可能还不是真正诸佛的这个真正本体的这种如如嘛。但是没有这个当下用佛性之中，在根本觉心自性上面的提领，你也不可能达到声闻呢。只是换过话说，祖师他在另外一个角度上讲，那藏教永远不是原教，这个只是告诉一些行者，你在这个法中你明白决定心时，你似乎在行为上行持上它就有渐次的种种增上登进的种种作用，是必然。因为觉心就是如此，它就会从你最初开始时，你就算是你是上上根人一处成就，你那个一处之中的心境变化，它也是藏通别圆嘛，只是那个藏通别圆的变化很迅速。因为那个迅速将来它用在圆教之时，它也一样能够达一切别教、通教、藏教。因为你站在觉心看别藏别通藏一样清楚啊，只站在觉体上面的导归时，你在见字上面是如此。可是你要是抓着就是如是听闻呢，抓的就是这一法呢，那当然跟佛教跟佛性那就差远了。就好像我们不管做什么，像现在世界人学任何技艺是一样的，给你一个方法，给你一个这个技能，教授于你，那是要你在这个技能上面不断的深入启发的。不管是学烹饪啊，学什么都一样，如同我常常讲的，像学毛笔字临帖一样，临帖的目的，让你在任何技能之中，现在让你下去操作的目的，去熟悉的目的，只让你将来渐渐身心投入纯熟以后，你自然就会挥洒出发挥出别人体会不到的智慧，目的其实在这里。所以每一个人刚开始都是在什么，都是在听闻啊，都是在学习中，那是属于藏啊。可是你要是把这种行为抓着，这种行为不管你在学什么，学烹饪学什么，抓的这种行为就要学毛笔字，你认为将来的毛笔字就是临帖而已吗？那临帖绝对不是将来那种能够挥洒出自己别具风格，别有一番风格的那种智慧的那个道理吗？所以讲到藏教就不是原教，这是你要明白。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原教它没有不同藏教，它藏教一定念念之间，只要是心性，藏教它也能够必定达圆教。为什么？它就是一心之力嘛。那从一心中下手，一心中接引的嘛。所以后面可能天台中都讲说，那你这样的藏教以后，慢慢慢慢如是纯熟，便达到通教，然后再变在别教，对吧？
他为什么能脏叫那么别？他因为他根本心体之中那个佛之见地从来不是脏通别圆，只是在相中智慧的真心之中方便为你开布脏通别圆的不同见次而已。明白那个见次只是为了导引行人，让你在种种现在啊众行者的心境的变化之中，智慧真相之中，你能明白自己现在到底你身在何处。因为你明白你身在何处，你就不会起身怠惰，不会起身共高，不会起身我慢忘心。不然你以为你有所成就了，所以你抓的那个行为当然就不是。但你千万不能说那他最初修行时他不是一如是法来，亦如是理来，亦如是觉心来的，它必定都是从圣教中来的。所以我们也是啊，在妄说妄，在真就说真的。现在就是要训练行者，尤其在大教讲，跟你讲妄，是要你从觉心中体会它如何成妄，觉心中体会它必定随缘的种种幻化，那是妄。你从觉心中体会那个幻化，将来你能走出幻化。那怎么会一样呢？将来你走出幻化时，你一样不昧一切幻化，这不昧因果嘛？不然你走出幻化就没有幻化，那不叫断灭了吗？依旧如是，起心动念依旧在你眼前，一切时间变化依旧如此。所以一切事情就是如此啊。你将来也会知道，就从这一级果报，将来到任何一级哪一级果报去，你也就知道那个幻化。你从一级果报到一级果报，你都知道你如何变化，你如何幻化。那每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成就，你都清楚啊。那过去在这个世界跟世界成就上面，不都是妄吗？不都流转吗？这现在为什么会在这边变成什么？变成菩萨的根本道场，菩萨根本修心修集一切智慧的地方。那是因为你下手已经不同，你方向完全不同了，根本不一样。所以那叫歇即菩提。你明白那个歇即菩提时，叫做圣净明心本周法界，你才知道那一念圣净明心本周法界。所以过去你感到那个变化，你说那是妄时，那个妄就是变化，那每一个变化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法界嘛。所以讲到法界时，大家不要误会，将来讲到法界，你会知道法界在哪里。法就是决心必定能够成起一切变化，那个法没有决心能够现一切觉的法，那一切法也不会起成种种差别的法。所以这个法界之中，你就要非常维系了。讲到那个一体，那就是一真法界，那根本不二。但是这一真法界要在哪里说？它能现二，所以现出种种二时，再黑有黑法界，再白有白法界。你为什么能够深入一切缘起之中的法界之中，你都能够念念明了，你知道吗？因为你一定不离一真法界。你既然不离一真法界，说到缘起的一切法界时，所以你讲到缘起法界，你当下就是一真，你说的一真，你马上就是缘起。这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圆教，这个才叫做真正浑然一体。这个你才能够直下担当，而且这个一真不是你刻意要表示一个一真的。为什么说不是刻意？因为你看一真是看不到的，你看到都是缘起。所以今天虽然是讲楞严，但我们毕竟是华严贤手中自序啊，华手中贤手中华严经，华严经就讲缘起性空，就讲缘起，先不谈性空，就讲缘起啊。为什么在华严经中讲缘起？就表示你站在觉体，站在佛华严之中，你是明白这缘起的吗？所以佛这个字你看不到，你可以看到一切缘起。当你明白缘起时，在你心底深处那一念灵明的智慧将来建立时，就是大觉心体，就是如如本来的妙心。你会发现那一念是从来不动的，
但是他那一念，他从来不动中，他是为你呈现一切世间的种种庄严，万化都在其间。但是这个万化现前之后，还有狂性吗？当然没有。所以过去在那一些狂性妄性之中，你都认为是种种差别的业力，叫世间业果众生。将来你不知道，那随缘时就似乎就有世间业果众生种种呈现吗？知道，那知道之后怎么办？那只是法界而已嘛。那你明白那么多法界时，事实上你就知道那一真法界，你就知道什么叫一真，你能够成就一切法的法界，那个不是拿任何法界来比量它的。但是那个不是拿任何法界可以比量它的这个法界，你却要在哪里看得到它？就在一切差别的法界之中看得到它的担当中看得到的。所以这才叫大教，这叫回入娑婆。因为你当前最初下手因地心中就是如此，所以你念念之间，你当然什么就不必避开一切因缘，也不会避开一切法界，甚至不必避开一切众生。因为不避开故，所以念念之间，你就在众生上面证的就是如是本来面目，将来也就还一切不知道本来面目的众生能够体会，救他众生的业感上面，他马上也能够教授他即刻还家。八戒他，那你说，法师你这样讲，真的吗？那当然是真的。你看到那个圣贤，尤其是出世间的圣贤，像祖师，你一念心中惭愧，尤其是我们刚刚开始初学的时候，一念心中惭愧，虽然心中啊懵懵懂懂，讲不出任何味道来。但那一念看到那个祖师圣像，或看到过去高僧传世每一个祖师发的心，在当时那个心中的澎湃，你已经感觉你已经就不是甘心在流转于凡的作用了，对吧？虽然那个心啊，竖起竖息，就像刚刚讲的钻木一样，但是每一次你看到祖师的名像，看到祖师的名字，你都能够起身如是，心中的那个光明啊，虽然如同星火而已啊，如同星火。但那个心火都是一刹那一刹那之中为你乍现，不是吗？所以将来如果是你真正心里面，你真正证得如是智，而且你真正心里面的过去发的愿心的成就时，你的名字你的相状留在世间都是启发人心啊，怎么不度众生呢？因为你就是在众生体上证的，其实就是你的本来面目，本来的根本佛性，还众生根本大觉醒体，你将来就在一切随你因缘所现的一切，在名字业感之中堕在名字中的众生的这些业力上，也还这些众生，就从这个业力之中马上就能够一处还家。那一念之间呢，那每一个心火的点燃呢，总有一天不小心啪就可以燎原的，会为你起身大照啊。但你要是不是在这个上面体会的呢，你要念念不是在自己根本本来明心正净明心本周法界这个上面体会的呢，你不知道那就是可怜了。所以像现在我常常每次讲课大概都会提到一点，像现在人讲到念到阿弥陀佛还变成现代净土中的代表，但是一天到晚跟你讲，连唐太宗李世民都来附体了，蒋经一零蒋经附体，你就不知道觉得那些附体，觉得那个李世民来附体，你还在逐妄逐怪力吗？你真的要度李世民是这样度的吗？你应该是在一切幻象现前怪力现前时，你根本不迷，你回向一切众生，再也不随自己的感受沉沦了。那有的人会说，那当然我刚刚讲李世民附体不是真的李世民，那就是妄觉，每天都在那边。你看那个团体啊，尤其现在那个团体在东北到处都是附体啊，到处都是感觉到阿弥陀佛来了，那个人又是附体又是生病了，什么讲出的话都是可怜。
他若是最初要是真正就是念念之间，真正依照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念念让你还见照见本性，念念在自己心中发起菩提心中的这种道人，怎么会后面知见沦落至如此？你不知道这叫破见呢、啊？破戒啊，都还有人忏呢、啊，还能够回头啊，破见呢、啊？将来不知道要流转在哪里、啊。更何况还在什么迷蒙一切众生嘛，带领一切众生。所以有的人讲说，那这样子去度众生不是很好吗？方法这样子去度众生不很好吗？度众生是让他出梦啊，他都在梦中照的种种梦中的幻业，在梦中受尽梦中的折磨，你只要他出梦啊，谁叫你到梦里面不断在跟他一起搅和了？有的人梦中，对吧？这梦到他自己受到大苦，或者是被恶鬼来压，或者是碰到有这个仇人来寻衅。他在那梦中，这个受苦的时候，那当然他躺在床上就会哀叫，对吧？他自己都不知道，但失去了，他在睡眠太深，哀叫啊啊！你当你看到他，哎呀，他在梦中一定都中，一定在这个做了什么样的可怕的噩梦？我怎么帮助他呢？聪明的人一脚把他踹下床就好了吧，对吧？但你不是，你守在那边持咒，我要入到梦中救你，救你，你有毛病啊！他在做梦，你也在跟他做吗？所以现代人的知见呢，尤其现代，而且他都还变成现代汉传佛教的，还变成了权威了，那是知见位。败坏如此，因为知见败坏如此，所以他根本僧团的纪律都不懂嘛，还把自己的徒弟明明披着袈裟，现的是比丘像，他却可以说那是韩馆长所收。到现在他们都还是这么说嘛，对，不是说这个的啊，赶快把话头牵回来。所以这一念心不从人得，他不是哪里求来的，他也不是祈求来的，是你明白那个心中就念念之间，你相信自信之中本来具足，你念念就能证得的。所以何戒取劳，恳起修真。何戒你取劳，取劳是什么？就这个是取真的取，取劳就是念念之间呢、啊，还在你我这个是猜字来讲，寻种种文具而在失利了。寻种种文具而在失利，那就是从那就不还不是声闻而已，就一般外道那种取劳。所以取字从一个文具的具旁边一个利，取劳恳起修真。你不是在外面那样子徒费劳苦修真，那你说哦，原来不费取劳，我恳起修真，那清欢法师我怎么当下为证？你不知道要修如是无为，念念要开始。从此打破你过去烦情的心意识，那才是苦行啊，那才叫苦恨啊，那个才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会觉得枯渴啊，你会觉得摸不到头绪啊，因为就在那个当前，无时间的夜袭会一时涌现啊，什么病啊，什么枯渴啦、啊，什么委屈啦、啊，甚至会无名的痛哭啊，就根本没有事，你在茅棚中会有悲魔现前，每天都想哭，一个大男人也是这样的，每天想哭，这就是幻觉现前啊。虽然你心中还没有力量，但是你都要念念告诉自己，觉得的是谁。而且那个时候我又读过一本叫做《诸法无形经》，我告诉自己是谁，虽然现在还没有证，还是凡夫，但是因为曾经用过如是心故，所以在这个上面每一次烦恼现前时，你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让自己去面对的下作处，因为就是这样的不同的下手处，你将来才能发现你每天念念之间起心动念你都在这上面参，因为那烦恼排山倒海啊，甚至于你将来慢慢熟悉时，在不是排山倒海时，你都知道那些是烦恼。你就算还不尽用功啊，但是那个每一天提醒那个关照都能现前，
见色闻声，你似乎都有声音在提醒你，所以才能够感觉到原来委托就在你心中，那叫护法。但是心若是不坚持坚诚实，当然委托你看到的这个力量当然叫微弱，还有是微弱，但你知道它其实那念念就在你心底深处为你呵护嘛。只要你发了心，只要你发了那个愿，就有如是声音在你心底深处为你呵护。所以可见取老肯起求成，这意思说是不是要你向外面不断的一直般引这个苦苦去求觅啊？那些就是不断的捉持那种感受，那真的叫苦苦啊。纵然你现在在修行时，我刚刚讲它不是一般众生心力之所及，但是你已经知道那种苦行，你甘心受这个苦，你都不堕在苦上了，这样的必定从如是苦中的执着，他都能够走脱了。因为每个念头你都要知道是觉，何况现在正在苦行时，我觉得苦，那也是念头，那也是觉，也是用如是的心在供养如是念，也拿如是念不断的供养如是心，那个叫一体圆明的。所以将来你要是真正明白那个声闻时，他是在一切感受现前时，他念念已经知道那就是真心，那是藏教已经念念知道是真心，所以那叫偏真嘛。通教他虽然还是住真，但他已经能够知道什么，其实全部真就是过去现出种种幻化的种种假缘嘛，那叫通，那已经通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同于藏教了，但他还未，他能通别教，但他未登别教，这个心境已经不同了。将来在这个上面更熟悉呢，你的真性其实当下它能通假，将来慢慢熟悉时，真性当前就是假，假当前就是真，在真你看的它马上就能够知道是假，在假马上就能知道是真，这个不再说通不通了，再也不说心境之中，再去解读心境之中的心性如何，那直下见性作用。但是这个直下见性作用时，因为智慧还没有圆了嘛，所以它再真，它马上就能够立假，它就站在假上。你指这就是我讲常常这个，就是我常常讲，你指真，它站在假上；你指假，它就站在真上。你心性就是如此。你指色，你看的是见；你指见，你要看色。这是别教，这就是别教，别别呈现，他能够打一切法，那是菩萨的境界。那虽然已经知道其实当下一体的圆融，但这一体未消，那个一体还未消，你一体都全部消融，那就是圆教。那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讲到心性纯熟嘛，你慢慢一定从藏教开始，心性纯熟就会这样子嘛，因为觉性就是如此。你只要肯修，你只要开始听闻，闻思修下手时，你心境之中就是藏通别圆，那就是天台的教义，那叫做化，这个化法四教，那是化法四教。既然化法四教，在哪里说化法？就在佛知见中说的化法四教，所以他一定不离开觉心说的，只是他在觉心之中他还不是完全的了然明白，所以才立一个真嘛，还立一个真。你这样子去体会，你将来相信你心底深处就是如此。我相信我这样子讲啊，因为大家都熟悉啊我的讲话的这种方法，这种语言的这种啊，已经习惯了，所以你应该听得出来，你将来也会相信你心中就是有如，就是有如是的信用啊，你也相信你将来你的决心就是如是成就的，你也明白那现在是怎么流转的，明明是妄心，正在妄事其实就是全真的，
不是妄一直告诉你，佛门中一直讲妄，就告诉你要认承认吧，你是妄，那妄又如何？你怎么留？你怎么回头？所以外道才跟众生一切讲妄，妄到最后，他都不知道怎么回头。反正起心动念都是妄，那就不要回头了嘛。那怎么回头？那佛门一句起心动念都是妄，后面有大宝藏啊！这一句话中后面就是大宝藏。你要看你开得了开不了，就在这句话不变这句话，你要破这句话，起出大经卷，起出你的大福藏。起心动念都是妄，对呀、啊。那你觉得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处不就是觉体？你能够现如是妄的那个觉，从来不会断灭过。你看得到吗？看得到，那你当然将来一样啊！你真的如是决心时，你一样说眼前如何，起心动念都是妄。就好像你真正站在净体上时，因为我一直讲净体是无色无状的，它没有个体相。你真正站在净体上时，人家问你现在如何，随缘变化，全然妄嘛，不是吗？就是妄。那妄又如何？妄又何必讲如何？就是一性本来的真性，你的智慧的担当啊。这就如同因何为在，你何必还要多出一句还要如何？这是心熟不熟而已啊。心熟就是如此嘛。哎，我刚刚没有听到打磬啊，很抱歉啊。等一早讲下去，讲到四点半了。我是因为看到意境在后面闭眼睛了，我知道大概疲惫了，我再看一下时钟，过五分钟了，对不起，惭愧惭愧。生死事大，好自参之。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弟子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